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和男人的约定。你这水真的是好冷啊！我从家里带了纸肥皂来了呢。给，还给小丸子带了一份。哇，给你，谢谢你，小玉。纸肥皂真的好有意思啊！我家里还有，那这块就送给小丸子吧。哎，可以吗？真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作为回礼，我明天就把香味铅笔送给你吧。香味铅笔？削铅笔的时候会发出香味啊。姐姐那天给了我两支。小丸子，这个给你。嗯，什么呀？是香味铅笔哦。可以吗？我想用这个的话，小丸子也会对读书稍微感兴趣一点吧。虽然我并不认为铅笔会散发出香味儿就可以让我觉得读书很有趣，但是难得那个小气的姐姐这次这么大方，我就勉强收下了。但是只有两支香味铅笔，给我一支没关系吗？因为小玉，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谢谢你，小丸子。明天我会带给你的，我们来拉钩。哎，这个就不用了吧。这样我才不容易忘记嘛。这样啊，那么咱们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来，骗人就要吞下真钱给拉好钩啦。真是可怕的歌。哦，说是骗人的话要吞下一千根针呢。是啊，要吞针的那个人可真受罪啊。真是好讨厌啊，又不会真的让对方吞，没关系的啦。男人的约定可不像你们想的那么随便。哎，男人之间的约定可是一直都很认真的哦，对吧，大爷？嗯，这就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嗯，哦，男人之间的约定好像很严格呀。那是因为一旦约定好，就一定要做到，这样才是男人嘛。说起来，之前好像听过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约定呢。是吗？是呀，是呀，好像在作文里提到的吧。我的梦想是和大爷同学一起坐船去海上探险，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约定。只要可以和珊珊同学一起的话，什么滔天巨浪我都不会害怕，我们两个会一直在一起的。他们的梦想真是好远大呀。珊珊，我们一起踢球去吧。好，再见喽。他们还真是被命运牵绊住了呀。说到男人的约定，我们也有约定的吧。哎，我和你之间约定过什么事情吗？不是刚才约定好的吗？说好了我们晚上一起回家。哼，我们约定过吗？啊，难道你忘记了吗？反正对我来说，一起回去还是自己一个人回去都无所谓。啊，怎么能这样？男人之间的约定什么样的都有啊。不过那两个人之间的约定还真是渺小啊。喂，这里是英家。哦，是小山呐。什么？现在吗？去去去，好的，五分钟以后就到。嘿嘿嘿，男人间的约定嘛。小山那个家伙真拿他没办法呀。出什么事了吗？说是在烤鸡肉串店里，让我马上过去一趟。嘿嘿嘿，怎么办呢？还是不去好了啊。可是我看你明明很想去嘛。烤鸡肉串店真不错呀。那我就稍微出去一会儿。
那晚饭呢？算了，我就不吃了。哎呦，时间差不多了，跟他说好了五分钟就到的。那再见啦。嗯。哦。哎呦，爸爸，那我们的那个约定怎么办呢？什么约定啊？不是说好洗澡的时候练习唱歌的吗？看来只能下次了。不。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因为跟小山约好了五分钟以后要到。就是说你破坏了和女儿的约定，而去履行和小山的约定是吧？嘿嘿嘿，那是因为这是男人之间的约定嘛。我和爸爸的约定应该比男人之间的约定更重要吧？哎，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那是因为男人之间的约定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要遵守的。哼，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么要给我带礼物哦。什么？要带什么礼物啊？烤鸡肉串。我也要。我也要烤鸡肉串儿。好吧，好吧，那我就先走了啊。爸爸真是的，明明是先和我约定好的。可真是个随随便便的男人呢。这也是没办法的，小山是他好朋友嘛。另外还有烤鸡肉串儿。真让人羡慕啊。你说要和爸爸练习唱歌是怎么回事啊？哦，他说想在年终联欢会上唱歌，要练习一下，所以我们就说好在一起洗澡的时候教他唱歌。这种约定爸爸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了。约定就是约定嘛，我的计划都被他给打乱了。你哪里会有什么计划？我当然有，今天晚上电视里会放百惠小姐的电视剧，本来我都已经做好了先洗澡，在洗澡的时候叫爸爸唱歌，然后再看电视剧的完美计划。小丸子，先快点给我去洗澡，然后把作业做完。嗯，让我看完电视再做。先去做作业。我说吧，都怪那个臭爸爸，我的计划都打乱了。这根本就不是爸爸的错。只要说是男人之间的约定，就可以随便出去玩了。当爸爸还真不错，好令人羡慕。啊，看相声呢？没做完作业的话，不准看电视。好讨厌！不准学电视里的傻动作，快去做作业。真是没办法，看来只有放弃相声，争取看百惠小姐喽。嗯。啊，看完电视之后再做也可以的嘛。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了明天还要给小玉带香味铅笔的事情啊。哎，放在哪里了呢？啊，还是算了，一会儿再说吧。啊，糟了，我竟然睡着了。百惠小姐，妈妈，你干嘛不把我叫起来呀？啊，我看不到百惠小姐了。吵死了，还没开始呢。嗯，我还要说你呢，作业没做，偷懒打瞌睡了是吧？哎呀，我回来了。是爸爸。报告大人，品行端正的殷广志不但飞身而去，而且快步而回了。真是的，看不出哪里品行端正啊。我的礼物呢？礼物？对呀，广志，烤鸡肉串。那，全部都被我吃掉了。哎，我们不是约好的吗？就是啊，就是吃都吃掉了，这也没有办法嘛。讨厌，真是爸爸不守信用。广志还真是靠不住啊，明明是男人却总是破坏约定。没吃他烤鸡肉串可惜呀。啊，男人的约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说的是啊，一说到男人的约定的话，爷爷我就想起了赤穗浪人的血判书。那是什么？故事说的是幕府时代想为主公报仇的家臣们的故事。想要加入讨伐队的人，请在这个地方按下血手印。我还有我。各位，这可是男人之间的约定啊。哈哈，血手印好吓人的。所以你要知道，男人之间的约定就是这么重要啊。但是爸爸却是那样。我记得我有广志的保证书的。保证书？嗯，是很早以前广志写的纸上的约定。让我看看啊，好像放在这个地方了。看，就是这个。这个还是广志他小时候的事情呢。我要等长大以后
一定会给爸爸造一幢比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大好多倍的房子。哦，那我就全指望你了。我可不是瞎说的哟，我要把它写在纸上。我保证长大了要给爸爸造一幢很大的房子，这真是我见过写的最难看的字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造出来呀？真让人期待呀。我说爷爷，你也真是的，事情都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明明知道我爸爸他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不是这样的，广志他是一个男人，男人的保证书可比一般的保证书更有分量啊。嘿，那这么说的话，以后我和爸爸的约定是不是也能写在纸上呢？说的是啊，要是烤鸡肉串的约定也写在保证书上就好了。好像真是这样。哦，不错不错，这下得到了一个法宝。那个，我说爷爷，你怎么啦，丸子？小丸子，我可什么都没做。那这是什么？这个是买马力牌的自行车，可以吃一年的巧克力，带我去吃寿司，还要我念下去吗？居然还让爷爷盖了章。那只是个普通的约定。那么还有你和妈妈的约定呢？和妈妈家庭作业。不是说好没做完作业之前是不能看电视的吗？怎么会这样？女人的约定也好严格呀。约定就是约定，但是小丸子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之前和小玉的约定了。圣诞老人的来信。我啊，今年向圣诞老人要了一条变身腰带。我拜托他给我一个新的足球。我跟圣诞老人要了能换衣服的娃娃。我希望有个可爱的手偶。真是的，真是的，这段时间大家总是在谈论想要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什么礼物的事情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嘛。那小玉向圣诞老人许下了什么愿望啊？我向圣诞老人要了给我娃娃住的新房子。啊，就是现在广告里的那个。啊，就是那个很漂亮的房子呀。啊，不过说起来，现在的娃娃还真奢侈啊，要住那么好的房子，真让我感觉好羡慕啊。那么小丸子想要什么呢？我吗？那就是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很想要的东西。小丸子一直很想要的东西，哇，是什么？是什么？嘿嘿嘿，我想要的当然就是孝带喽。哎，想要孝带？嗯。就是孝带，听说袋子里会发出笑声哦。好讨厌哦，想想就觉得很搞笑。怎么样，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也很想要孝带了呢？说的是啊，听起来真的很有趣儿。我虽然认为大家想要的东西会不太一样，但好像小丸子想要的和别人太不一样了。你这孩子怎么又躲在暖炉桌下看电视了？喂，快给我起来！起有什么关系吗？啊，正好看到有趣的地方。我看到你的房间又是乱七八糟的，快点去给我整理一下。啊，没关系没关系，虽然看上去有些乱七八糟，但其实是为了找东西方便故意这么放的。你这孩子又开始说歪理了。我说小丸子你呀，快点把电视打开嘛。不准看电视了，给我快去做该做的事。起。哦，好，我知道了，那么我要去和圣诞老人说喽。哦，圣诞老人要是知道你每天这样游手好闲的，说不定他今年就不考虑给你礼物了。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圣诞老人只可能去乖孩子那里呀，我想大概不会来小丸子这儿了吧。好讨厌啊，妈妈，能够成为圣诞老人的人，他的心胸是不可能这么狭窄的。嗯，我相信圣诞老人他总是能公平地给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们带来爱的礼物哦。所以即使是像我这样每天在暖炉桌下看电视或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孩子，圣诞老人也还是会准时来的。听上去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就是为自己找理由。所以说我本色一点没关系的。快去把电视打开吧。
哦，真是的，别走嘛。嗯。第二天。哦，啊，给我的，谁寄的呢？咦，是圣诞老人。什么？圣诞老人给你寄信？嘘，你的声音太大了，爷爷。不好意思呀，不小心。奇怪，圣诞老人为什么要给我寄信呢？而且信上既没有写地址，也没有贴邮票。也就是说，这封信是他自己亲自送过来的喽？竟然知道我们家住在这里。我想那是因为圣诞老人要分发礼物嘛，所以世界上所有小朋友家的地址他都知道。哦，但这信里到底写的什么呢？爷爷可是对外语什么的一点都不在行。既然小丸子收写的是日语，那里面肯定也是用日语写的喽。对呀，圣诞老人他要到世界各地去给孩子们送礼物，所以各国的语言他都应该十分流利。丸子啊，你读给我听听吧。哎，我觉得现在好紧张啊，还是爷爷你来替我读。让我看看啊。亲爱的小丸子你好，最近好不好？我说爷爷，你这是在干什么呀？我想读出圣诞老人的感觉。圣诞老人应该是外国人，所以我想读出点洋味来。不这样读也可以的，你就按照平常那样读嘛。是这样啊，亲爱的小丸子你好，最近好不好？你有没有天天好好学习呢？一定要好好帮家里的忙，努力做一个乖孩子。圣诞老人上。做乖孩子是指？丸子啊。啊。我说妈妈，你把我的事情向圣诞老人打小报告了，对吧？啊？你说什么呀？就算你跟我装傻也没用，托你的福，圣诞老人他给我寄信来了。圣诞老人寄信来了？是真的，圣诞老人还问我有没有好好学习，有没有帮着做家务，这下该怎么办好呢？这样下去的话，我真的有可能得不到圣诞礼物了。果然啊，圣诞老人他可是一直在天上看着你们哦。妈妈就算什么都不说，圣诞老人也会知道你的事情的。怎么会这样？妈妈早跟你说过了，小丸子要每天乖一点嘛。你老是整天调皮捣蛋，就算你想让圣诞老人来，他也不会听你的吧？啊？怎么会这样？真过分呢！这样一来，要是礼物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本来还期待着圣诞礼物，应该是我今年可以捞一笔的最后机会。你现在开始好好努力，我想圣诞老人还是会来的吧？哎，真的吗？真的可能会来吗？是真的，圣诞老人可是一直都在天上看着哦。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圣诞老人看到你好好干活的话，一定会来的。好嘞，为了圣诞礼物，我要加油了。如果圣诞老人看到我打扫房间的话，还是有希望的。哦，好像稍微有一点点麻烦呢。现在只有硬着头皮干了。啊，累死了。怎么还有那么多东西要收拾啊？但是为了梦寐以求的校袋，可要好好加油啊！啊！哇，居然收拾得这么干净，真少见呢！怎么回事？没有帮忙还要说风凉话，真是的！这些不都是你自己乱扔的东西吗？哎呀，不是打扫得挺干净的吗？妈妈，小丸子只要肯做，还是可以的嘛。好。接下来就剩做作业了，丸子啊！哦，爷爷，丸子，你可千万不要因为那封信意志消沉呢。爷爷，你怎么了？就算圣诞老人不来，还有爷爷，我会一直守护在丸子你的身旁的。谢谢你，爷爷。但是已经没关系了。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要努力做该做的事。这样的话，圣诞老人一定会理解我的，对吧？丸子。还有哦，今天试着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房间，结果没想到整理房间的感觉还挺不错的。从今往后，我也要好好收拾房间。了不起，
你了不起呀，丸子，我真为你骄傲。爷爷，你说的太夸张了。丸子。到了圣诞节那天，大家收到了自己喜欢的圣诞礼物，都很开心呢。对了对了，小玉是不是也收到了新的娃娃房子呢？啊，过两天让我玩玩吧。好呀，改天一起玩吧。小丸子也得到了想要的校带了吧？嗯，但是其实今年稍微有一点点提心吊胆。哎，还好，圣诞老人还是把礼物送给我了。圣诞老人他呀，真是个大好人。小丸子，提心吊胆是指什么呀？虚惊一场，虚惊一场。现在那封信是我珍贵的宝物呢。圣诞老人，现在你是否在天空中飞翔呢？那么明年再见吧，圣诞老人。我笑不动了。小丸子，你怎么又待在暖炉桌下面了？不是说好要做该做的事情吗？哎呀，好不容易顺利收到了圣诞礼物，就让我松口气嘛。感觉好像一根紧绷的线一下子被剪断了一样。你再这样的话，圣诞老人可又要寄信给你了。没关系没关系，圣诞老人现在已经回去了，到了明年圣诞节之前我再好好努力吧。你这个孩子。小丸子一收到礼物以后就马上变回原样，每天就知道和笑带一样不停地开怀大笑。真的可以在自己家里搞年糕吗？太好了，可以尽情地吃各种各样的年糕了。但是要注意不能做得太多哦。现在我家的冰箱里就有很多剩余食物，快要到可以吃黑暗咖喱的时候了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来捣年糕吧，和确认一下保质期吧，敬请期待哟。